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瑞 ，Welcome to my YouTube channel。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我们的一张 Minecraft 地图，然后旁边这位是凯莎，嗨，好久不见的凯莎了，好久不见的啊，超久不见的，自从我们上次玩那个什么51进去吗？好像是吧？对，然后被吓得半死之后。OK， 那我们今天呢又跟凯莎来到了一张不是恐怖地图的地图，终于不是恐怖地图了，对，终于不是恐怖地图了，太棒了。好啦，那基本上这张地图呢，它就是它英文名字是 Find the Button， 那中文就是说去找按钮。那它的游戏主旨很简单，就是找到按钮就对了。感觉这种地图会搞死我们。反正就是不要太眼馋，应该就可以顺利破关了。OK， 好，那看一下，反正他又说这张地图是 Nerd 0101做的，那就啊，blah blah blah， 来开始啊。好啊，英文就交给你了。好，我们好帅哦，过来了。然后他又、后面吗？后面好像打开了。他说，好 ，OK，、这应该就是第一个了吧？第一关，感觉应该很简单，希望是如此。哈哈，他说这张是 extreme 就是超级困难的难度我也不知道，希望不要。这可以破坏地图吗？好像不行的样子。这里有一个按钮。我被骗了。好吧。他说：“你真的觉得会那么简单吗？什么东西啊？那不就按 ？OK，、会吧？是死掉的话也要再按一次那个吗？开始吗？应该是吧。你按，你死掉是重生在哪里啊？重生在于我们原本那里啊，就起点。然后你有怪，就是你后面有东西吗？没有那你可能要再按一次开始那个。”我按别的。OK。他好像不是设计给双人的。不要下去。我觉得，找到了是这个吗？不是我刚刚按的时候就，他要说你真的觉得以为这么简单吗？你真的以为这么简单吗？我就不相信。可恶！这水分爬多高等一下，为什么我是生存模式啊？还是我们真的可以破坏东西啊？可以吗？不知道不知道你看你包包里面有没有东西？有吗？没有，没有，好吧。这边应该是可以上去哦。对，这边可以上去，只是说，天哪，这是极限跳跃。哇塞！可恶！等一下，疯啦！我上来了！天哪！我也上来了。然后好像是要过再过去那边Draw up！ 可恶！我到了，我到了，到了！还没到上面的样子。Nice！Nice，OK，Yes， 第一关就解掉了 ，Yes， 解放了，解放了 ，OK， 第二关，第二关是地狱，怎么办？感觉这关又是，不会吧？希望他不是藏在岩浆里啊，有可能，燃烧。掉了，狙狙，哇！可以把你拉回来，看能不能。OK， 我跳过来了。你看看那边吧，我找一下这里。好，我到他的二楼这边，只是说他有点暗。这边有一个，这边有一个用草做成的图形，它是一个往下。的标示，是这里，是这里吗？我来喽！
只是身上还在燃烧。这边到底有没有东西啊？OK， 我真的不知道它里面到底有没有东西。他说在下面，代表说这个下面应该有东西。嗯，草哎、欸，你仔细看那个缝隙，好像有东西。有。哎、欸，按到了，你按到了。它藏在下面啊，超猛的！我刚刚按老半天按不到。他说这个是交易，你的妈妈交易的关。哦，我拿到一个死因砖哎。那我呢？哎、欸，我也是。哎、欸，还是可以一直拿哦，可以一直拿，两个可以，两个石英砖可以换一个绿宝石。嗯，嗯哼，那我也拿一个好了。来看一下，然后两个绿宝石可以换一个糖。然后还有什么？我先到处看看了。两个糖可以换一个按钮哦。哦，被我拿到了。多拿一点。然后先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哎，里面有一个绿宝石，哎，只有绿宝石砖，好像是要放按钮的。哦 ，OK 啊。哎，这个真是一个特别的东西啊！为什么？哎，又好了又好了。好，总之不要再去按那个按钮。对，不要按那个按钮。可是按了会拿得到绿宝石，会拿得到石英砖啊。应该按这个按钮不是可以吗？我现在有一个糖。嗯哼，我记得是要跟他换吧，然后我给你糖吧，然后你就去换按钮好了。OK， 然后我要跟你换按钮，两个糖可以换一个按钮。好，后面应该没有村民的吧？应该没有了，所以是在楼上吗？石头塔，应该是这里吧。Oh, nice！ 怎么会有那么麻烦的？简单。好，然后这个是冰天雪地。然后我刚刚一过来，我就看到那边有一点怪怪的。这下面看起来很机身哦。哎、欸，他写什么？我把它看成箱子了。好哦。他说什么 ？Don't you love me？ 哦、oh, ，他说。你爱我吧，嗯，OK， 这有缝，对啊，这边有个缝，可是这个缝不知道干嘛，没有东西、啊。我来看一看 ，Mount， 他说这座才是大变身，瀑布，里面有缝，可是好像也没东西。欸，这里面有一个洞欸，哇好暗哦。欸，我成功进到大变身，欸里面有个欸欸，它藏在那个大变身的山底下。好哦OK 哦。哇，这是什么 Spam。 哇塞哇塞，我好吧这个会按到死吧，就不要到时候，就不要到时候，他给你一个木头按钮是可以，就可以直接按。哎、欸，等一下，那里面看起来就，那里好像有一个东西。哎、欸、，Great， you can jump from block to block， you still。嗯？他说很棒，我们是可以，我们很会跑酷，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找到那个按钮。烦欸，够啊！烦呢、欸，这个粽子是多讨厌啊 ！OK， 都按按看就对了，都按按看。喂，哎哎哎，好，好像被按到了。哎、欸，好，随便，管他的，我也不想知道他是在哪里按到的，反正过就对了。好，这一关是说可爱甜蜜的家。他应该没有暗藏一些。哎哎哎哎！真的，这面包有事情发生。哦哦，我找到按钮了！我找到按钮了！
哇哇，太猛了！这个乱按啊，乱按啊 Van Gogh， 这个哎、欸，这个 Van Gogh 是谁啊？我那个什么，梵谷吗？对对对，梵谷。哦，代表说，哦，不会吧？哎呦，一定在画里面，快走！快点钻，快点钻！这是解谜地图一定会出现的烂招，最常用到的。对对对对对对。会不会根本不在这啊？我也是这么觉得、欸。啊，我们上楼吧。好。呜呼。哎、欸，等一下，上不去了。不会吧？哇 ？OK。要死了吗？好吧，我们死了。嗯。永远不知道在哪里，说不定是在二楼，还是这样。OK。一个阴险的地洞，就一个阴险啊！然后你掉下去之后就上不来啦。会不会是藏在角落啊？像那种，不有什么矿车可以卡在那个书本里面之类。诶、欸，有可能哦。角落，每个地方都给他连按看看，都给他点点看。还是说难道在天花板上面吗？啊，我觉得会装在书的那个书柜上面。书柜上面，对啊，身体不由自主的扬起来了。哎、欸，中间也没有啊，不然你找上面，我找下面，继续找。哎、欸，没事，这是你的死掉，哎、欸，我死掉的遗物。经验，球球，我不懂呢。2 hours later， 哦，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太扯啦！哦，我们找到了，耶，太棒了！这个，完喽！哦，完了，完了，我们找到了， yeah. 我们绝对没有作弊哦！哎、欸，这边。对，我们绝对没有作弊哦，我们是100%找到的。可是那个门打掉的时候是开的还是关的、啊？是开的。完了完了，可能就是我们自己太烂了，可能没有钻到那个地方。嗯，至少我们知道要钻了。对，这，哦，这边有东西吗？来看下面有什么，都是石英砖，都是石英砖。有点黑，嗯，哇，迷宫哎，这个，所以代表我要下去吗？嗯，反正死掉再从那个死打 Q 就好了。哦、OK， 好，我也下来了。哎、欸，有楼梯，哦，有楼梯，说不定那边就是按钮的地方了。嗯，不然就是他可能很机车，就直接把那个。按钮放在迷宫里面。哎、欸，嗨，你怎么会在上面？什么东西？你找到了吗？嗯，在哪里啊？对对对，左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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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哦、oh. ，OK， 这不算作弊哦。OK， 好，所以在这边吗？哦、oh, ，按钮 ，Yes。哦，赞啦赞啦，我们进度还真快啊，好像有点太快了，有点太快了，对。埃及，我来看看外面。哦 ，OK， 我们等一下再进去看看好了，感觉里面很危险啊、嗯，这个。我以为他会做更阴险，就是把其中一个按钮用的是死亡那个死亡指令。走过去会不会死啊？我不知道哎、欸。
我先走。OK， 这个好像冲的。哦哦，不对，他。No， 掉下去啊！要用冲的吗？对啊，冲啊 ！OK， 哦耶，耶，过了过了过了。No， 哦、oh. ，真的来那一套啊！很讨厌哎、欸，这个。对啊，要再冲一次。哦，对啊，就冲不过去了。哦、oh, oh, ， oh. 刚刚我就是在那边死掉的。哦，我也死掉了。你刚刚按钮是按哪一个啊？再过去哦。你刚按钮不要按那个，按中间会死掉。那应该按这个右边。还是它重置不一样的地方啊？哎呀，那个啊，是白痴。他、啊、怎么？我刚刚按了那个按钮，然后之后我就不知道他现在的按钮在哪里了。他按了之后没有反应啊？他该不会装在下面？应该不太可能。啊！我卡到头了。我卡到头了。OK。所以是按这个按钮？嗯，不知道哎、欸。就这个按钮可以按啊，可是、嗯、中间的按的也会死，可是怎么会呢？哦，上面一堆指令方块啊，还是我们要下去那个大洞找找看呢、啊？我也是这么觉得哎、欸，可是感觉上掉下去就死了、啊。还是难道说它粘在墙壁上面吗？哦，有可能。我下去看看喽。好。啊，来不及看，死掉了。哼。我也没看到。按钮到底在哪里啊？真正的难关呐、啊。真的难啊，这个。他也没有藏在外面呢。对啊。哦，开始了，开始了这种，开始暴躁的心情，暴躁，找不到按钮，你要爆炸啦！哎、欸，哦，没事，嗯，不是，哦，我看错了，按钮在哪里？好像也没有东西。我想试试看，该不会是藏在它下面的岩浆，然后穿过去吧？我来试试看第一个。哎、欸，有，真的假的？超阴险啊！太阴险了吧！怎样？我们刚刚在那边按老半天，在这个地方这一块。OK， 这一块，准备喽。OK， 哎、欸。啊，死掉了！哦，我下来。哦，我按了。嗯、哦我按了，我按了。舒服。哦，天啊，这坐的太阴险了。按钮。哎、欸，哦，没事。按钮。嗯，二三分钟。这边有一个洞。按钮。哎、欸。有个地方，我去另一边看看，刚好像有机关打开了。对，我看再按按看吧。有了吗？没看到。他走。哎、欸，有了吗？哎、欸。嗯，我怕。哎、欸、哎、欸，哪里？喂、欸欸。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我听到有一个机关开启的声音啊！对啊，就是，对啊，然后就哎，就什么也没有，哎哎哎，到底是什么啊？
知道啊，好讨厌哦。嗯，我又听到了。哦，它是门呢，密好像密道之类的。哦，它有更深入，按到按到。哦 ，nice， 在更深入里面 ，nice。OK， 好。哦，红石。欸、我忘记我手机会录多久才会停止。不知道，如果我有注意到的话。OK。所以我们这一关就是要解红石啊，解红石，然后让它 power 到这个指定方块，然后蓝色的羊毛 are inputs and gray wall return gates mechanism。他说蓝色的方块是输入红石输入，然后灰色就是他的那个通路这样。所以说你红石好吗？哦，是从这里哦，应该都可以吧？只是说他通电到这个，哦，所以我们这个也要需要强大红石技巧。这边是不是要？我们必须把这个关起来，所以还有这个也要关起来，代表说这边，这个是从哪边过来的？这个，这样吧，是这样吗？这个是重置钮吗？不是，那个是纸，就是教学，欸，就是说告诉你要干做什么用的。我拿到按钮了 ，yes， yes， 我破解了，我破解了，哈哈，哦，原来他不知道让中间那个启动啊，他就是要让红石一直到达中间那个指定方块那边，沙滩，嘿，哎呦。你在那边有找到什么密道吗？还是什么的？是啊，反正就是一堆假按钮，又是假按钮，真是讨厌。这边有一个，我也不知道这边是什么。你给我看到洞一样。哦，我找到一个洞了。这边什么？来，有人在这边死掉了。这个是他的棺材。Why are you down here？ 他说：“为什么在这里？赶快去找按钮啊！”可恶。有人死在这里，虎门呢？哦，我要死了。你是第二个死掉的。我是第二个死掉死在里面的。OK， 所以刚下面那个洞窟不是？骗人洞。骗人的洞窟啊，里面有东西吗？没有。可以再去看看那边，刚刚我也是从那边下去。按钮在哪里？钻石按钮，没有用的按钮，真的太可恨了，放一大堆没有用的按钮在这边干什么？还是在刚死掉那个地方啊，只是没看到，有可能啊，可以再去看看。好。这下面有两个按钮。好。哪里有按钮？等一下。在那个箱子下面啊。哦。讨厌呢。茄子。深海漫游。OK。所以。再看下四周。哇，好快，好快！哦，天哪，我们要哦，还好他有可以让我们重新呼气的地方。不然这个应该也太快了吧！在堡垒外面而已。你是解按钮大师吗？OK， 所以我们现在是最后一关了。最后一关，树哇，丛林哦。
这根本就像海底捞针啊，这个。OK， 爬这个藤蔓，看看有没有东西。这里面有一个红石砖。哦。可是不知道要做什么。可恶，爬不上去。哎，可以，这边可以爬上来。然后 ，OK， 树顶上有东西吗？我这里没有啊。嗯，嗨。要怎么上去嘞？我也是。他该不会这是一个诱弹，然后要我们上来吧？有可能。我看到外面的指令方块了。哎，我看到了，在哪？它是一个拉杆。哎，有发生什么事吗？我听到有活塞开启的声音，好，在这里哦，在这里，找到了，胜利的时刻。这是要冲啊！哦，这时候我深海漫游就好了。啊，这个不是哎、欸，那可能是在你那边喽。这边有按钮吗？哎、欸，那边没有吗？好像。好像没按钮哎、欸，哇，哦，就那东西唬我们的吗？不会吧？还是那个按钮会启动另一个机关呢、欸？哦，有可能哦，因为我刚按了一个按钮。哦，这边有一个活塞、欸，红石，他刚才那个红石方块不见了，不见了。对，它原本是一个红石砖。哦，我那被推到哪里去了呢？还是说刚刚那个红石就是因为我拉拉杆的关系啊？嗯，我还是觉得那地洞里面应该要有东西啊。对啊，可这个按钮竟然不是，我往前推，不不不，吓我一跳！你好，抖超大力的。这不是在玩恐怖地图吗？不是，我还敲着墙壁，想会不会有什么渡鱼跑出来。砰！现在掉出来了。我好想过去那边哦。那边，那边。如果跳过去呢？下来这边呢？这边就只是一样的。哦，这里啦，这里啦，哪里？这里啦，刚刚的红石那边。我找不到你。我现在有点、哦、我看到你名字，现在有点卡住。哦 ，Hello。哦。哎、欸哦欸，还是要等一下。哦，这里它好像很小洞里吧？是小洞里吗？还是我们要往上啊？他们啊。哦，也没有了，在下面，哎、欸，后面的按钮啦，哈哈，哦，哎、欸，最后一个地方打开了、欸，哦，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yes，yes， 这是最后一个吗？应该是最后一个了，哦、oh, ，the end，the final level may seem hard if you take the time to read this. It won't. The button is located somewhere in the portal room, but not in the end dimension. Have fun. 他是说，最后一关可能会有点难，但是假如说我们看这个它的提示的话，就不会说很难。他说这个按钮是在那个传送门的房间里面，而不是在那个中介里面，所以代表说那会骗人，所以代表说我们不用去中介。哎呦，在传送门呢、啊？在传送，这个是整个中介都拿来做哎、欸！天哪、啊！哇，我觉得我手机要再录一次，再重新。啊哈！
哇，好大哦！最好这么大啦！这绝对不是一点点难啊！死路，我们要找到那个中介门。首先要找到中介门，中介门在哪？来吧，来人啦，给我几颗中介珍珠，中介之眼。哎、欸，我找到了，我找到了。哦，你找到了。可是他说不在中介。对，他说没有在中介里面。等一下，旁边的岩浆真的让我觉得。你在哪里啊？哎、欸，还蛮复杂的。哦，我看到你了，看到你了。我想去看一下那个箱子里面。嗯，好，没东西。好、哦。走喽。哦，哎、okay 啊，这个岩浆我想钻钻看。哇！他说在这个里面，在传送门里面。哎呀啊！哎呀，没关系，我完全忘记录了，所以没关系。是我们刚刚是往哪边走啊？不知道哎、欸，好像是蛮地理的地方。嗯。哎、欸，哎、欸，对对对对。哦，其实还蛮快的。往左看这个洞有没有？哎、欸，有！哦，太讨厌了吧！这个每次都这样。噔噔噔噔，准备结束这一切了。Yes！ 哦 ，Yeah！ 终于，哦 ，OK。他说：“这个是要回到我们的大厅。”哦，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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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享受我们最后的胜利的滋味，太爽了。OK， 好了，那我们今天把我们这张超级难的找按钮的地图给破完了 ，Yes， 爽呀！ Yeah， 就因为我们只是在那边不是就是那种不小心掉进去，然后按一下就。OK， 好啦，那我很高兴我今天能跟凯莎活得出来这个活得出来地图啊。对 ，OK， 好啦，那如果喜欢的话，请点喜欢，然后也去看一下凯莎的频道。好，那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请帮我点一下下方喜欢好之后图片上订阅。咦，那。阿瑞的影片频道在我的影片下方，那也请各位去按一下哦。OK， 那凯撒的频道一样会在我的影片下方，对，影片下方资讯，更多资讯点下去就对了。OK， 好了，那我觉得今天就差不多到这里喽，大家拜拜，各位再见，拜拜，拜。